Shalom， 敬拜堂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聚会的朋友大家早上好。那么今天是父亲节的主日庆典让我先恭祝所有做爸爸的父亲节快乐。我今天很荣幸被 Christopher Mann 牧师呢和 Marian 师母呢邀请成为你们的讲员。其实文牧师和师母呢是我在马来西亚圣经学院 BCM 的同班同学，我们都毕业于1985年，我们可算是神国福音的这个老战友啊。在此呢，我也先恭贺Christopher Mann 牧师呢重新被选为南区的会长，文牧师也是丹米尔文以这个圣经学院 MTPC 的院长，还有这个的董事长。那么刚过去的这个的马来西亚神召会两年一度的这个的大会呢，我们总会长在众人面前很这样的称赞文牧师的牺牲和付出和贡献，特别在南区还有这个丹米尔文的这个的圣经学院。所以其实呢，文牧师是深受神召会众牧者所尊敬的。那么让我也简单的介绍我自己，我是王景煌牧师，我信主已经是41年了，全职服侍主也有36年，在吉隆坡第一神召会牧会，师母是我的同工，小女儿子欣是敬拜师公的牧师，大儿子呢，子胜在新加坡神召会会长Trinity Christian Center 就是善意基督徒中心教会呢的全职同工。那么在此呢，我也仅代表吉东区聚会向大家问安。那么是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是快乐的爸爸。我要带给大家所有做爸爸的信息，就是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爸爸。那问题是很多时候做爸爸的会感到快乐吗？什么时候会感到快乐呢？我问过很多爸爸呢，他们我听到最多的答案就是，在他们第一次当爸爸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记得我老大出生的时候呢，我快乐的真的巴不得对全世界告诉世界的人说，我终于当爸爸了，因为我等了7年了，我等了7年。那么第一次做爸爸的时候呢，非常兴奋，之后呢，第二次呢，会比较感觉淡一点。那我从1985年全职服侍到现在呢，36年呢，在我的印象中呢，除了第一次呢，做爸爸的弟兄呢，从来没有弟兄主动跟我说呢，我做爸爸做得很快乐。为什么很少爸爸会感到快乐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做爸爸不快乐是当我分析之后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爸爸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另外就是呢，第二点就是男人呢是比较比女人的跟目标导向责任导向或者是任务导向。我先讲这个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爸爸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哦。那么妈妈对自己的情绪呢，无论快乐或者是不快乐呢，都很容易的表达出来啊。但是连我们的阿公阿嬷呢，他也会在这方面呢会讲哦。但是我很少听到做爸爸的呢会主动讲起他做这个爸爸好或者是不好。男人是很不容易表达自己的情绪。但自己的孩子呢不好的时候呢，更难以启齿因为男人呢很爱面子啊，很难讲出自己的软弱的地方，除非家要倒了，不得不去接受辅导，才会把一些问题讲出来啊。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男人呢比较很在意注重的就是目标导向还是责任的导向或者是任务的导向。就是把家带好
啊啊，就是爸爸人人都有责任，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把握。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爸爸，因为我们出生到长大呢，都没有人教过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爸爸，都是等到做了爸爸之后呢，才开始手忙脚乱的去学习啊。在学习做爸爸的过程中呢，我们努力，我们也尝试，我们也犯错，甚至犯了很多错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位中年的企业家对我说，他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啊，45岁以后的中年男人最害怕什么？最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他说，怕两件事。说第一，牧师，就是啊，男人怕自己得到癌症。第二呢，就是怕回到家面对更年期的太太啊，以及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以很多男人呢，在外面呢，可以化作这个风云，像一个英雄啊，但是回到家里就像个狗熊这样啊，不知道怎样处理家庭的问题啊，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如何去带领自己的家。另外呢，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快乐的爸爸呢？这里我相信就是做一个祷告的爸爸。对我来看呢，就是如果爸爸要快乐呢，要解决刚才我所讲的刚才那两个问题呢，第一呢，就是爸爸要懂得处理自己负面的情绪，另外呢，就是爸爸懂得如何带领整个家庭，让太太呢妻子呢就是还有这个孩子们呢大家能够欢喜，有一个快乐的家庭。那么要做到这两点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个人深信就是祷告。当一个爸爸呢，爸爸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呢，他会越来越快乐的。祷告为什么会让我们成为快乐的爸爸呢？第一，因为祷告有帮助啊，疏通我们负面的这个情绪。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男人呢很不会表达，这当然男人有里面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他需要就是借着祷告让上帝在上帝面前倾诉。那么在祷告里面好好去梳理一下自己的里面的那种情绪。那保罗也告诉我们就说他盼望呢男人呢不要愤怒，要举起圣洁的手常常祷告。他在腓立比书呢第四章有这样的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必在耶稣基督里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将自己的负面的情绪呢能够讲给家人听呢，家人或者是不能够了解，特别你在职场上的受的委屈啊，或者你在职场上所面对的压力啊，那种征战你很多时候很多男人不爱跟妻子讲或者孩子讲，因为他们不了解不明白。那么常常呢，男人也会在情绪中呢的回应啊，或者那种的谈话，都是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集中性的负面的话语。所以我们的言语呢，在这个时候不讲还好，一讲就惹到家人的生气啊。爸爸言论里面有很多情绪，但不知道怎样去表达，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向上帝诉说吧，倾诉吧。其实我常常就用方言祷告，因为不懂得如何去表达，上帝了解明白，上帝给我们方言就是能够造就自己有上帝听得懂明白我们，大声小声的狂叫的都可以，在路上的在车里面的祷告用方言祷告，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帮助，调理我心里面那种的情绪
那么讲给天父，我们的 天父听了，他了解的啊，跟上帝的天上的爸爸呢，谈论呢是最安全的、最保险的，他一定会能够保存我们的话语，不会跟他人分享的。所以接着祷告，你可以卸下你负面的情绪，去整理一下你里面的那种的想法，然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借着祷告呢，爸爸的情绪在上帝面前得到处理，祷告呢有帮助爸爸身心的健康。所以我自己做爸爸也是这样，我经常为孩子妻子们祷告，不一定说每天，但我经常会做。这样做不是为了他们啊，有些时候就是为了我自己，因为祷告可以为我保命啊。那么他们安康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很大的这个的平安喜乐啊。所以其实我们祷告是为了自己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的很多重担，特别面对家里有些很多困难的问题啊，不懂得如何解决呢，在祷告中把这些忧虑、挂虑呢、害怕呢、愤怒啊的负面的情绪卸给神、交给神，学会交托给神，这是一个很重要在祷告里面要学会的啊。尤其在今天的疫情啊如此的严重的日子里面，可能会围着工作、围着孩子的学业啊，经常又被封在家里面，相处时间也多了啊，可能啊会为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吵吵闹闹。所以做爸爸的这个期间，你真的要更多的学祷告，在祷告里面下功夫，这个是最好的机会，因为你什么哪你哪个地方都不可以去啊。另外呢祷告了爸爸是最快乐的事，因为祷告呢有帮助提升我们这个领导力。很多弟兄他们可能在外面呢很发着这个的风云啊，在事业上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对在家里的问题呢又很多时候太多复杂，他们有很多时候家里的问题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呢向上帝求智慧啊，来到治理带领我们的家。雅各书说得很好，他说呢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呢，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苛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上帝应许我们，就是我们向他求智慧，他一定会给我们，他给我们许许多多样样大大小小的智慧。我一想过去呢那么多年来呢做爸爸的经验呢，也面对过很多事情是处境呢是我无能为力的，可是借着祷告呢上帝就给我一些的启示性的话语给我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智慧。虽然我不会做这个爸爸，但是可以向上帝求哦，那么就上帝帮助我，就给我了聪明智慧，带领我的家庭有今天这样的美好的一个快乐的家庭。那么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帝给我做父亲、做爸爸的这个三个智慧哦。第一个智慧呢，也就是由祷告啊得着的了哈，这些智慧帮助我呢带领好这个家，所以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爸爸。第一个智慧呢，就是呢你做爸爸的首先你要先优先爱你的妻子，妻子你的妻子就是你孩子的妈妈，好好的对待你的太太、你的妻子，那么这个要比对孩子更好，你要对你妻子比对孩子更好。在家里呢，我的心力呢最主要就是不是花在孩子身上，我要先放在师母身上，我先把妻子我的师母照顾好呢，孩子们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他会比较更比我更会照顾这些孩子，好好的照顾身边的这个的女人，这个你的妻子呢，她的需要，她的情绪，那么让尤其是让你妻子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呢，家里呢就会有才会有风平浪静。所以让我们做当中做丈夫的，你们要一定要注意哦。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帮助孩子好，很快的就直接去带领孩子，其实呢孩子和妈妈相处的时间呢比爸爸更多，所以妈妈对他们的影响力是更直接的。所以做丈夫的最优先的就是要做好，先爱你的妻子，把妻子照顾好，妈妈稳住了，孩子才能稳得住。还有当爸爸全心爱妈妈的时候呢，会带给孩子们呢极大的安全感。真的今天我们需要做爸爸的就是孩子妈妈的忠心的良伴，忠心的这个的丈夫，这个的妈妈的这个丈夫。我们看到很多今天很多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家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爸爸在这方面的失败，没有好好的爱身边的女人，就是他唯一的妻子。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把全心的爱、忠义的爱、不变的爱给予身边的妈妈，这个女人、孩子的妈妈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孩子就有安全感，孩子也会尊重这个做爸爸的。所以能爸爸在这方面真的是尽了爱妻的本分的时候呢，家里就有平安健康，这个是第一个智慧。第二个智慧呢，就是带领家人祷告，就是通常我们讲的是家庭祭坛。所以身为爸爸的，不单是自己有灵修有祷告，还要懂得带领全家人有这个祭坛祷告或者分享神的话语，让孩子在家里面首先得到这个信仰的教育，不只是教他们背背一下圣经就算了，也要让孩子从小呢学会祷告，让孩子也借助祷告呢去养成这个依靠天父的这样的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呢，经常我和师母呢都带着孩子一起的有简短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的家庭祭坛，唱一些他们熟悉的主日学的诗歌，然后我们会翻开那个这种 Victorian Bible 英文用看英文的圣经，那么有图画的他们就比较容易，有些时候也甚至教他们去讲出那个Victorian Bible 里面的故事让他们有参与感。所以我们就一起的，然后轮流的首先起初呢就是爸妈来到带领祷告，以后呢也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就是让他们学习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们做爸爸的往往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千斤重担都是一肩挑我们只担完一切，巴不得能够解决家里的每一个问题。但我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呢，有太多的家庭的问题是男人挑不起的，是会被这些压垮的，会压死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依靠上帝。做爸爸的若是会有一些不懂的事情呢，没关系我们不需要假装自己是十项全能的爸爸我们什么都可以。所以当有些时候孩子向我要求帮助的一些功课真的是我也无法去帮助他们，因为现在他们的那课本呢跟我们以前所学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这样祷告了，求主我的祷告就是主啊，帮助他们能够找到好的补习老师。那么感谢天父了，就是感谢神
我的大孩子呢，他天赋就比较聪明啊，所以他就觉得补习他不需要 ，OK 了，他能够应付。那么我要看到没有补习他真的是令我佩服，因为他每一年都考第一，小学也是这样，中学也这样，所以说他不需要这个的补习老师。那么我的女儿是需要被人推动的，所以我也继续结果我就想到一个的出路，就是早早问问他的那些学校的老师。终于找到一个老师呢，他是有给那些小学的学生呢补习的。那么跟他分享之后，他说哎呀刚好是满了。那么我说老师你帮忙一下啦，如果你哪一位你的学生退出来，就让我的女儿子欣来补上去吧。好消息很快的就传给我，大概一个星期之后，那个老师告诉哎好，一位退出来了，那么我可以把子欣带进他的这个的补习班里面。所以这位的老师的这样的教导呢，我看到了女儿在学业方面也不差啊，感谢主啊。这个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够去应对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呢，祷告主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开路啊。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是万能的，做爸爸啊，我们也是人，也是有软弱，我们也有需要的。所以只要我们敢在上帝面前，还在家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不足呢，我们这样才快乐。我们不需要假装，我们不要什么把什么责任都扛起来，我们要去懂得接到祷告交托给天父。我们不只要为孩子祷告，也要带领他们祷告，让他们成为祷告的人。所以我们其实要了解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呢都陪在孩子的身边啊。尤其现在我的大儿子就在新加坡，他就是我也很有些时候也会有一点担忧挂虑，但是我也是学会每天的祷告，经常祷告，把他交托在主的恩手中，让天父看顾他。因为只有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呢，我们教导孩子祷告，他们能够成为祷告的人，他们懂得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上帝，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三个智慧呢，就是我们安排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我们知道呢，做爸爸的很忙，为了事业在外面打拼，为了工作都拿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但我们要尽量安排时间给家人在一起啊。在有些时候我可以说的，在我的想法，我就觉得我在这方面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把我的时间，就是我再送我的孩子上学放学，再送我的师母上班下班，很多时候我们的相处时间在车上有交谈，有分享，有很好的交流那么除了这些时间之外呢，当然我还会就是说周末一些假期我们都会去度假，我们会去参加教会的营会或者是感恩。那么当教会有其他教会有要请我成为讲员的时候呢，那些教会都祝福我可以把家人一起带去，很感恩主啊。这个都是我们很好相处的时间。通常呢就是晚上除了事工之外呢，小组之外呢，或者是上四礼拜呢，不然我就是在家里啊。我不是个缺席的爸爸，我确保呢我的家人有需要，我就必然与他们同在。特别我也可以说的就是当孩子小的时候应召发烧，或者是应召这个蚊症 Dengue 他们也进入医院几次了，都是我在那边在医院里面陪伴他们，服侍他们这是我的喜乐。我关心他们的安危，我关心他们的健康那除此之外呢，平常呢我们也有一些很好的嗜好未必我是篮球健将或者羽球健将，但是我会跟他们一起的休闲的活动
以前享受的看那些卡通片啊，卡通片，我们喜欢看啊。小的时候，我孩子就喜欢看《钢蛋》啊，我们也喜欢看那个小叮当啊，还有就是《巴尼》的这些，可能以前买的那些 DVD 啊，我们都很喜欢看这些 DVD 这个的，反正啊，《巴尼》最好的，每次他们。各五集之后呢，ending 的时候都有一个拥抱，然后说然后说 ending 了。我这个时候也跟孩子们互动，拥抱孩子们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散场，大家很温馨的，很快乐的啊。所以我们不一定说要有什么很昂贵的一些的娱乐的消遣哦。所以呢感谢神，因着我在家里营造这种的气氛，还有这种的活动呢，我可以讲的，我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今天呢，看到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也有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很感恩他们两个都选择来到回应神的呼召，在不同的教会来到服侍神。那么现在我的女儿也是教会你的同工，我的大侄是在新加坡总会长的教会服侍全职的服侍。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十项全能的，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做爸爸的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那么真的，尤其是当我孩子在新加坡读大学，他也在属灵方面的挣扎甚至有几乎冷淡退后，但后来他被一个的我带他去的那个教会TCC 呢我在他下新加坡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就特地的跟我的师母还有我女儿一起的去新加坡拜访他，也特地安排他带领他去这个 Adams Road 这个 TCC 教会聚会。那么很感恩那边的牧师很快的就跟进他，也看着他。所以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呢，这个学院这个的事工呢把他再次从冷淡退后的这种光景之下带回。所以很感恩，当时我的孩子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寒冷，吓到我的孩子几乎会在这个信仰方面这样的跌了一跤。感谢主，我想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经常，我跟师母有些时候没有感动，我们也会为他在新加坡的学业、新加坡的生活祷告。那么相信他也告诉我们谢谢你们为我祷告。他也分享着见证在那他复兴之后，再次的热心于来到爱主、侍奉主，很感恩，很感恩，真的是那么最后呢我要在这里要鼓励的，就是做爸爸的不需要像一个战败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呢，天上的爸爸可以教导我们怎样在地上做一个快乐的爸爸。快乐的爸爸，我要再次说，就是一定是会祷告的爸爸，会处理自己的情绪，会借助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来到带领治理我们的一个家庭，看到我们家庭成为一个幸福快乐荣神益人的家庭。最后我也要祝福敬拜堂所有的爸爸都是一个快乐的爸爸，靠着主呢去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好丈夫，爱孩子的好爸爸，爱家的好男人。感恩，愿上帝祝福你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愿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祝福我们所有的父亲和天下所有的爸爸，赐给他们平安和喜乐，使他们远离一切的病痛，尤其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新冠病毒，让他们脱离受伤或撒旦各样的攻击，
愿主将得救的智慧和属灵的生命加给我们的父亲，使他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灵命。愿以马内利的神常与我们的父亲同在，差派使者视为安云，保护他们处也平安，路也平安。愿主祝福我们的家，祝福我们的父亲。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